所有的世界就在家里面那一张床上面，啊，他会在下午时间，会在床头那边看着窗外，窗外的门是铁道，火车常常往来，可他会对着天空唱儿歌。那么母亲呢，从来不跟我谈他的过去，我也不知道他有个妹妹在大陆，他不太谈往事，反正就是这边唱着唱着以后就哭了，嗯。所以我觉得呢，现在来看当时他的症状，那个现象就是他想家，他思乡，那张床就是他最大的世界。很多老兵看到了四郎探母这一段，每看必哭。想家是人性最原始的渴望，一场国共内战硬生生切断亲族的连结。有多少人想方设法排除万难，冒着通匪的罪名，也要打听到家乡故里，如今一切安好吗？其实那时候很多人帮我们找，还有人带了照片，也是姓郎的回来一看，我妈一说这不可能是他弟弟，长得实在太不像了，这不可能，就算老了也不可能长得那样，这不像。所以我父亲不相信，不相信，我妈就很贼，我妈比较精，我妈妈就试着写信，就照那个地址就试着写信，写了半真半假的，有的真有的假的事情，就试探信回来了，寄了照片，寄了叔叔跟奶奶的照片。然后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事情不对啊，其实是怎么怎么，我跟程琳是差3岁，不是差5岁，然后当时是住在哪，是夫子庙，不是什么什么，就有更正。然后再加上那照片一看，我爸一看，是他妈。当年有人透过第三地的朋友，将家书装在大信封里头的小信封，辗转寄回了家乡探听消息。不过毕竟当年国共在大陆打得天翻地覆，时空更迭，有多少地方早已人事全非，可能籍贯差不多，然后呢，一对就说，哎，对对对，他也叫你知道，以前很多人离开哦，10几岁字也不认识几个，然后也不知道那对方的名字到底怎么写，就是说，比方说，叫王小二吧，就对对，就是王小二，就王小二，对，他就是我兄弟啊，哎呀，回去了，你怎么长那么奇怪啊？哎，不对啊，你们家怎么那么多兄弟？你不是王小二，我是王小二啊，那你哪个小啊？啊，我破小的小，哎呀，我那大小的小啊，糟糕了，你知道就有这种的搞错的。1987年母亲节，离乡将近40年的老兵穿上了想家的 T 恤，走上了街头，掀起了一波返乡的运动。老兵在传单上写着：“离家40年，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，我们只要求生，则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；死，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。”同年，蒋经国终于开放大陆探亲。那个飞机没有落地，自己那个心啊，已经就是很慌乱，没有泪水，近乡情怯，那种感觉就是，你会把几十年的岁月浓缩到一个当时的一个那种慌乱、茫然，不知道待会儿会怎么样，去跟自己的亲人长辈去接触。看到电视上，我觉得我看到我妈妈，我应该跪下来，因为人家都有跪嘛，所以我要跪下来，我有跪下来。那我妈妈就抬抬我的头，我好像没有哭啊，但是我觉得很亲切，我觉得很亲切啊，我妈，因为那种距离啊，那种距离跟那种契合是很难用形容词去形容。这个母子连心与这个时空的一个距离，在那一刹那间的一秒钟里面，不是你跪下那一下就可以解决的，就可以感觉出来的。就是桑平在离开家乡的时候12岁，不过是个小毛头，在回家
是年近六旬，白发斑斑。我回去以后，我父亲也过世了，他就说只要我两个儿子，只要他们回来了，我就不会死，就是说我马上就活过来，意思是这样。人生无法重来，桑平在说他永远见不到当年十九岁的姐姐，而他的姐姐也永远无法再一次拥抱十二岁的弟弟。那是一段无法弥补的空白记忆，就如同是郎祖筠的父亲当年离开大陆时，他对他的母亲说他出去买个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而这一买，买了什么回来呢？四十年后我们回去探亲，我奶奶那时候八十几了，八十七八十六八十七，拄着拐杖一早就起来等我爸爸回去，跪下来，我奶奶第一句话就说，你好啊，四十年了，你买了什么东西回来给我？你拿出来我看，你让我等了四十年。我虽然没有见过我奶奶，可那一瞬间很妙，我觉得那一种亲情的感觉，我妈妈，我爸爸跪下来，我跟我妈妈都跪下来，我弟弟因为婚姻的问题没回去，哇，眼泪啪啦啪啦啪啦的掉，好痛。战争夺走了一切，只能够任由命运摆布，含泪承受。当年像失了根的浮萍一样飘来了台湾，转眼一甲子，说台湾是异乡，但不知觉中也早已成了故乡。像我们的台湾，三八年台湾的多少年，几十年了，这五六十年，现在台湾来些真正人物的话，他有摸得台湾旧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是台湾人，他们是台湾人，熟识的过去。讽刺的是，在大陆人的眼中，他们是台湾人，而对台湾人来说，他们却永远都是外省人。现在想起来了吧？现在的事情啊，带给我们无限的回忆，或者我这一辈子没有回带国家，回家让我做农夫和苦苦完成。国家有没有亏待你？国家一年亏了，我也不知道了，不能讲建国百年，光辉十月，台湾启示录特别推出经典历史特区，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报道，同时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梅翔。